下个来。他这个看六步，比如说我折一下，然后后脑要动一下，折一下动一下，就这个无所谓，就这个溜不出去嘛。现在这个溜不出去。动一下，有冷的时候好像不同步都给我看了。你到时候把你的人做成几，做成几，它温度有点低，温度有点低。然后他把这个后挡路后挡要先调慢的，然后拍一个，然后再调快了，然后再六分再调。这个可以了，这个简单的。他老外他非常信任，其实这个系统都是国际的，我靠，又不是中国做的。这河南的吗？他不相信我，他说。那我们没怎么动吧？啊？还好没怎么动啊。先。反正那两个鬼天天在这上面。来了。还有一个姓吴的嘛，那个吃货的那个，哦、打砸了那个。不明显。那个这个造脚的是吧？嗯。他这个头，那不会。这个速度是快还是慢啊？动的啊？这个动的，是个二的。对吧？你把那个速度先调慢，调慢了之后，然后拍一个，然后再调快，跟着后面再拍一个就可以。不要拍个连续吗？对，六步。嗯。你角度不需要改的。就改就后挡量来去就可以了，你可以不是100、200、200、100、200这样，嗯，这样来回跑，最好是先把那个速度调慢，先拍速度啊，先拍一个慢速，再拍一个快速，不然它对比不起来，你中间的话它看着有视觉上有可能看的不是太清，就是先把那个速度调慢，先把后挡量速度调慢，拍两个速度，一个是快速，一个你拍的时候你这个参数先把它改一下嘛，先把速度改一下。然后我拍你速度怎么改，他看他看你怎么改。几波？六波。六波。
再踩一下。下次有问题可以打电话给我。我妈留你电话。